周思君生得矮，黄心颖话坐席都高过佢。黄心颖、思君等人日前就出席新剧《袭警奇兵》的拜神仪式，心颖透露佢嘅角色会好迷恋思君，佢更笑指原来现实中嘅思君都系一个才子嚟噶。咁但系喺现实生活咧，原来佢都真系一个才子嚟嘅，例如咧，例如佢喺譬如对白上啊，或者剧情上，佢加好多自己嘅嘢啦，系令到嗰场戏咧，由可能本来系好简单嘅一场戏咧，佢变得好有趣咯。咁样储埋嘅嘢咧，我觉得我哋嘅关系喺呢一套剧入边系几得意嘅，即系啲人会几中意。此外，心颖又表示经常被思君取笑，不过佢都不甘示弱，直言思君都有好多嘢俾佢笑噶。咁究竟系咩呢？身高咯，你系咪高过佢？唔明我系咪高过？见你咁嘅，我坐喺度咧，我即系我坐，即系因为坐喺度都高。系啊，我拍嘅时候成日都寒背，因为我一坐直咧，我就好似咁样望住。即系坐直都高过佢啊？要寒背啊？但系其实我同佢身高差唔多嘅，可能因为我上一节高啲啦，系咪？一坐喺度咧，我成日都窒要就佢喺度咁样。但系好玩嘅，我觉得我哋呢个配搭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振同祝东周汉和东周汉的读者圣诞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晨丽，祝东周汉和东周汉的读者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 魏思雅，祝东周网同埋东周汉的读者圣诞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龚嘉欣，喺度